富荣地区农会百果园区草莓园开园，而目前进入了产季。草莓园内随处可见鲜红欲滴的草莓，而富荣地区农会总干事黄荣和宣告草莓季开跑了。草莓的产季即日起到清明节起，有机无毒的草莓品质均佳，亲子同乐，还可以同时享用莓果的好味道。百果园区内的草莓园是以无毒栽培的观光果园来种植。凤凰地区农会秉持着花莲县政府所推广的无毒农业以及食品安全政策，在百果园区内的草莓园都能够安全食用无农药的草莓，给自己家人一个安心安全的健康水果。因为凤林有四个园区，可以让我们所有游客去体验不同的一个享受了哈。尤其我们的如意草莓园是有机验证的部分哈，让我们所有消费者可以吃得安心，买得开心，用得放心。大概是这几天就要陆续来开锣了哈。我们如意草莓园也在陆续推出哈白色草莓哈。现在市场上最夯的哈这个白色草莓，它的味道有一点像那个水蜜桃的味道哈。跟红色草莓的味道是截然不同的。那很多消费者来到这里，不需要蹲下来到我们园区去采这个草莓，很多高价草莓的部分可以让我们消费者吃到最干净，而且不需要费尽太多的那个体力来体验这个采草莓的乐趣。新鲜草莓人人爱，吃了安心又信赖。草莓品种以枫香香水为主，枫香草莓果形硕大饱满，风味香甜，口感扎实。民众还可以将新鲜的草莓加工制成果酱等多样化的加工食品。有机栽培，说真的，今年的天气还好一点，从开始收成到现在还没有花莲还没有什么雨啊，所以说烂果没有这么多。如果像往年雨水这么多的话，这个园区如果说做有机，差不多几乎一半多都会烂掉。正常的话是差不多有四期花，它一期花差不多在25天左右，所以说如果说天气正常，可以一直到清明节。百果园区内的草莓园提供民众采草莓、吃草莓鲜果之外，更是民众在假日拉近亲子关系最好的田园乐趣新选择。记者林杰，凤梨镇采访报道。